首先呢，跟大家说一声新年扎西德勒。扎西德勒，扎西德勒。啊。咱年纪年年，江浙，他过了嘛？没丢七丢三呢。他俩经常江浙。对，第三，故意的什么？分析嘛。他第一段的嘛写的，讲这，我，第一段写一张。那在今天主要要介绍的呢，还是皈依的部分。那现在是讲到皈依的第三个部分，叫做皈依的分记。那多多些，这当江浙三地，不然明地，俺是明马大伯张马多，全地，这当俺是草原南路里啊，一年啊，杨地话的江浙三地，可能是呢几个几里啊，点不起，这当，几个几里啊，接不点不起，不晓得，这些人都接不点不的，俺是推荐，可能，俺是他妈的，今天看的叫俺的兄弟。俺在这爬嘛的接不点不了上不提，今天我们叫俺的兄弟他，俺在接不点不了我做起，江浙我做的那地方呢，鸡蛋的江浙啥的，俺我的，俺是南京的米线呐，有点不行。总的来说呢，我们谈到皈依的时候，虽然皈依它像是一个专有名词，但从它的意思上来讲呢，它其实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呢都已经在做的。它主要的意思就像平时生活上互相人与人之间的一个依靠，或者是一种扶持，互相的一种照顾依靠。就好像一个人孩子婴儿，他从出生诞生到人世间的第一天，他就需要依靠他的父母一般。所以谈到皈依这个词的时候，它主要的意思就是互相的一种依靠，这在生活当中都已经具备的。但是你就南北三个月就拿来既当做在外向的让你让你让给关系的吧。说不能行，在外向的让你让给东西的让给三百钱，现在的东西的让给别人去三百就逍遥了。但因为那样的，他们人力，他们的案子，人力基本，天这边东岸三头呀，现在没对吧？人力基本现在像的天这一那样，早晚像的天这一那样，一那样他们的案子哪里签约够了？让给东岸，让给三头呀的，那让给第一，让给头呀，搁那看不下吃药嘞，现在也对过呀，吃药嘞，在这一堆，那现在对过呀，印章，但现在对是有点。还想给他，让了呀，骗不起他，让了迷路了几块银，就是啥呢？那提起来多呢，上给江边工作什么的垫钱。在佛法当中呢，有提到说最主要的一句话，也就是其实自己的苦是要自己来消除的，也就是自己才能成为自己真正的一个救护的。所以譬如说我们有很多的苦呢，也要透过自身的修持才能够消除。但是呢，最开始对于一位初学者来说，
他不依靠任何其他人，而透过完全自己的力量要来消除痛苦，这是很困难的。所以刚开始对初学者来说，需要有一个依靠，需要有一个皈依跟救护的对象。所以在这里我们提到说，我们依靠的对象跟皈依的对象是谁呢？指的就是具备大利益的，而且不会欺骗众生的尊贵的三宝，也就是佛法僧三宝。既然讲这多么是样的，同样的是点不起印度，这个就点不起的一切不起印度。既然人意的同人意的，或者说叫做人性，那的。이차별차별은염주도마파지파지토그레성도이나야아주라메군들이야염주도마휴제드리자디가레사나대구바미세영대가래그래서저원사다체육이된있어원사체육이된원사체육이된사야디전얘기그는소수지부삼루지당지이치체네잠주지슈비네야다디런이다그시디잠주탐제디쇼비나시라델런랑그랑리야디삼루당샤브지디디자토나로케제마네안데가디라마지기군디슈제안디돈발렘비나아니간다라미시엔단제바충제아니디토나침비관에제바인상셈리야그담전양발라소바다양들이양지구로채워담전양내양소수양도나채워용하다난다나시지당토네지구로채워용하든지그봐요스在谈到皈依戒的得到与否的部分呢，事实上我们每个人可以透过自己的这个发心来做皈依，透过自己对三宝的这种相信跟信心呢，是也是可以得到这个皈依戒的。但是呢，我们说如果能够在一位法师上师的面前来接受来得受这个皈依戒呢，它是有它特殊的原因的。是为什么呢？因为如果我们能够在一位上师法师的面前来接受皈依的时候，更能够培养我们一种有惭有愧跟谨慎小心的一种心。这是指说，譬如如果我们只是自己的一个发心来皈依之后呢，如果有一天我们违犯舍弃了皈依戒之后，我们并不会太在乎或者说太谨慎。但是如果当时是在一位上师面前接受皈依的时候，由于有一位上师的带领，有一位证人在我们的面前，所以这个关系这个戒它会更深，这个誓句呢它是更有力量更深，同时我们也会对于誓言呢更加的小心跟更加的珍惜。既然三个学的给你送去工作送约不赢了他得了然后唱什么工作日日的接受着，听这样的要的，但是那样，我那做，他那边恐怕养大不了，拖不了，接不了，人家民间工作什么的仓库要的，别吃啥不赢呢？那收钱不起，那是收钱不起，那收差不起跑也不赢呢。再来呀，挨巴都免当，免巴当，免当，那要了说吧。你别要不了说吧，你也不都唱过好的，提心都，特别恐怕做不了，面包得比上街的，面得比给缺的，你面要得比内要得比，根据的是唱过好的。一般来讲，当我们在提到说要皈依三宝，我们会说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是一个一个皈依的。但是当我们说如果是要得到证得圆满的解脱殊胜佛的果位的时候，皈依呢是三个都要具备，这是非常重要的。那皈依的三个都要具备，就举例来讲呢，就好像譬如一个生了重病的人，他要让他的病能够康复，他需要具备很好的药，也需要依靠一位医生，同时也要有护士的照顾。就好像是这样一个举例来说，一个想要证得圆满得到解脱果位的人来说，他也需要圆满的皈依三宝，缺一不可。这时候的佛呢就好像是医生一样，法呢就好像是药，而僧伽呢就好像是护士是一样的。所以皈依三宝，这三宝是缺一不可的。
俺大男性，工作数码多面吧，俺这体验了呀，工作习惯了少面吧，体质样差不多偏头意思嘞，别那我们体老干呢，老多穷劲，啊，老干呢老多穷劲，这里啊，俺今大毛就抬起，俺得不要漂的是个啥？啊，热气漂的是，啊，热气吹吹的是。但是呢，可能是他缺血性的面脏，但俺马先把俺冻眼哇啦这，俺呢，可说嘞，完断的不嘞？等断就啥呢？今大毛的缺的上不去，的天上不答应的，俺呢，马先被救了点呢。你这部动员就可以把现金那个车啊拖不来车啊拖不来就是车啊拖不来拖不来俺第一个是古马这个金大毛的热皮和汤金俺的日中的街上长期起不来日中哪里来就是俺的过去了呢给家不接就让给热藏不了出气消失来不来俺的就空这是他写写就他写写到个当然去了两组什么的是就让给给我那里把连锁是了的是你姑妈给老婆也去给我那里去讲用的啥呢你给我了解我俩经常给你人的这对啥呢老婆你给批送啊当然是就让给老婆你给连过也是俺那写写不来，俺第一节说，姑妈个老婆你的家用的，俺楼上老婆你的村居住的，他不要当，俺那过去，俺不给过，他不要当是不给下去的，俺那个就挖去开养去，俺那阿达娘的话，江中断是给江，俺江中人断的啥，可就挖插到嘴里修的是，俺姐妈可当去，哦，可当去，俺过的嘛过去了嘛团结，那干的对啥呢？俺没事多的是，没事多。没事偷的啥呢我觉得教教是重要的啥呢他就让他的接受了不得是就让他的接受就让睡不得是但俺研究前都姑妈去热死但一年天天俺来倒不起来姑妈去吐呢他的俺呢江主任的啥就不爱的虚松是俺呢上街的温馨也不得想江主席不起睡眠都嘛都江主席不起睡眠了俺怕去睡下睡眠是俺的人了不起，看到的矿都是在上街等着，矿个大哥说，矿个工人的他一切当了不，一切切当了不，他等着这些七百印度啥呢？接受矿里啊，那密码印了上边个怕这灭吧，大哥那起诉矿里的上街的一切，热度穷路就都是越不来，等着印度啥呢？江州西河就灭吧，江州送给过去吧，一吧，那等着路就得寸土不行意思。因此在这里呢我们听到说还好呢是只有三宝没有第四宝那这是好的一件事情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有一个故事在这里这个故事是说呢一个晚年出家的一个老人呢有一位女施主很是信仰他那供养这位师父呢两匹布之后为了来求法但是这位师父他不太会说法因此他很难过的嘴里念念叨叨的说着无知是很痛苦的啊，无知是很痛苦的、啊，一直这样念。这时呢，女施主因为就听到这句话而开悟了，悟到了。由于无明的因，便会产生痛苦，因此这位女施主了悟到真实的道理。那同样之后呢，有一个小偷见到有女施主供养了这个布给这个老和尚，之后呢，就偷偷的跟踪这位老师父到了家里，等着老师父进到屋子之后呢，便想要。这个位老师傅把他的布啊全都交出来这位老师傅也很担心非常害怕的就说我不要出去你从窗子来拿吧于是这位小偷呢就把一只手伸到窗子里面去这位老师傅赶紧接着说刚刚施主供养我的时候是两只手一起供养的因此你现在也请伸出两只手来接吧于是呢这个小偷就将两只手都伸进了窗里这时老师傅把握时机呢马上用绳子就把小偷的双手捆住了然后绑在一个柱子上出门之后呢并且拿着棍子叫跟着我念皈依就叫小偷跟着念皈依
于是老师父念一句皈依呢，就狠狠地打了他一下，一共呢有三个皈依，所以打了三下，然后呢就放了小偷。这小偷非常痛，都站都站不起来，之后瘸着脚呢就走回去。路上就碰到一个路人，一个旅客，就问这小偷你怎么搞的。这个强盗小偷就说，其实啊，我是一只是一个小偷，但是我今天遇到比我更厉害的一个大头，刚刚呢每念一次皈依就被他打一棍。他说，接着他说啊，佛陀真的是慈悲有神通啊，还好他只说了三皈依，要是说了四皈依呢，我就没命了。所以就是这样一个原因呢，他对这个小偷，他对佛陀也升起了信心。然后后来也是他也因为他心中在想着皈依，尤其对佛陀三宝升起了大的信心，因此很多这些非人魔障也无法侵扰他。最后他带着虔诚的信心呢，也皈依佛陀，最后出家了。因此有这样一个故事。哎，他第一节说他他我讲不出钱了，钱不了，这当三个去了，跟你说嘛，我就他爹爹，你讲不了爹，三个就准备爹爹修药了，这是他要不然内生的呀，三个去一个了个内的，你就这是三个工作是第三呢，三个退休的退休的准备，三个他们这里过桥吧，应该呀，电本第一晚都去了。你知不知？大家等把做不上去，准备点的下个头发了，就是做过呀的，其他干什么？这就是嘛，就是电本地的，电本地讲准新年不吃面为，明白了？对对对，但得特别不贵吧？但天天动啊，这工作什么的，年年好像年月上不了几，年年月上不了，好像跌到被看出来，被看出来，到底本机吧，他炸过了，稍微精神也没吧。那大家好像年年月上不了单，天天就上不了团呢。那讲这段呗，坚决讲。在接下来呢，就要进入到的是正行的皈依的部分了。那今天因缘非常的殊胜，我们可以看到后方呢，就是尊贵的释迦牟尼佛的佛像，同时我们在的这个地方呢，也是殊胜的佛陀初转法轮的圣地。那么一般来讲呢，我们说讲到皈依佛宝的时候的佛呢，它可以说是可以理解成为是一切诸佛菩萨的合一的这样一个化身。但是在最主要我们这里要想皈依的佛宝对象是谁呢，就是我们此生就是此世的这个世间的教主释迦牟尼佛。所以我们要特别要观想清楚，他就是此世的释迦牟尼佛此时的佛宝，就是我们现在皈依的就是此，就是这个衔接这个结束当中释迦牟尼佛的这个法教是他流传出来。所以我们在这里要皈依的三宝的佛宝呢，主要指的是释迦牟尼佛。同时呢，在皈依的时候还有一个要点，也就是我们要带着一种很亲近很亲切的心来皈依，想要亲近他的心来皈依，而不是带着一种害怕或者畏惧的心。所以这个是很重要的。那一起念，然后呢，接下来我们就要跟着一起念皈依文。那热的，得闭目做头发的，闭目做木头发的做呀，大家来修点这意思。然后接下来传授皈依，如果是能够跪下来的呢，就请跪着；如果不方便的话呢，就不需要跪着。三界了，要做教。三界了，教主教；缺了，教主教；缺了，教主教；减掉了，教主教；减掉了，教主教；三界了，教主教；缺了，教主教；缺了，教主教；减掉了，教主教；减掉了，教主教；三界了，教主教；三界了，教主教；缺了，教主教；缺了，教主教；减掉了，教主教；减掉了，教主教。那第一个是他讲的，讲不出啥的，他们这个的，他们家那个受不了气是吧？他怕这样说，他们这个受不了气，因为你啥呢？他，你特别能写下来告诉，俺呢，经常说历史书的，第一个讲不出短吧，工作书的讲不出短吧，特别没办法拿到去。
在这里呢，我们谈到说所谓的皈依戒，那皈依的戒呢，它指的是一种我们的一种誓言，它是一种誓言的一种色法，或者在我们心中的一种习气，一种色法。所以在接下来呢，法王会说踏宾诺，意思就是如法的、如仪轨的给予了皈依戒了。我们回答呢是雷索，雷索就是善哉的意思。在这里补充一下，刚刚这里说踏宾诺，法王会说踏宾诺的意思就是说方便否的意思，方便的意思。然后我们回答雷索就是善哉。踏宾诺，雷索。大家请坐下。今天多么特别重视，记得第一遍一切切不重视面对吧。我那场那个，到底偏多不切过呀？给什么面对上的偏多不切不了？做两年切过呀，两年切了做，啊，做的缺两年切过的。我是交不清的，俺是缺一面对上的，缺两年切过呀的，其他其他给什么啥的要的？第二呢就三个月缺一个他们了。你讲这两年的过足些，这个月面对啥呢？讲这两年那个，讲这个老师当，讲这面啊，这两年那个下课是不差的了。在我们得到了这个皈依，同时对三宝升起信心，那真的要让这个皈依对我们有利益，对我们产生帮助。唯一能够产生帮助，真的帮得了我们是什么？是我们自己要开始好好实修这个法教，尤其是佛法僧当中的法，也就是这个佛法呢，是真正能够利益我们、帮助我们，也就是我们要好好去实修它。而所有的佛法的修持呢，都从最基本都要先从皈依的学处跟皈依的修持开始，所以我们要对于皈依它的学处跟皈依的修持方法呢，要有一个认识。